互你拍拍做小妹啊！我甲你闹，互你拍拍来，我就是变妹妹啊！我来甲你拍，你就是小的，我就是大的。我若无甲你拍，我气死，我气死！哎呀，哎呀，别啦，慢慢想，这拢误会啦，这拢误会啦。什么误会啊？哎呦，啊，就你吼。叫我来洗身躯，啊，我著来咧浸的时阵吼，浸到我就安尼困去咧。我也知影讲，伊是咧甲我掠，我当作是你的啦，啊，我就放咧互你啊。你讲你讲，人伊嘛是好意的啦。你跟伊讲话，啊，你。莫生气啦，哥哥。哈，你来遮。啊。你，三叔讲啊，六点半啊，因要等伊，你毋是要甲送啊？哎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发生啥代志啦？我嘛，你先去送人去，这我解释着。哦，安尼吼，安尼，无法过，安尼代志哦，就拜托你了。好，你甲我讲，啊，这袂见条查某，我直接甲伊扒落。好，你扒，好你扒，扒落我就做妹妹啊。妈，好你扒。嘛是好心在替你照顾翁，那就气到安尼啦。啊，搁再讲吼，嘛敢若安尼掠两个啊，对无？替我照顾翁，掠两个尔。嘿哦。好啊，七珍啊，哎安那吼，叫恁媳妇啊来洗身躯，啊才叫吼这个阿伯啊吼嘿，搁你安尼吼。人咧抓一个，看你气鬼哦！你创啥哩？敏玲，嗯，你爱讲哩，爱就气干呢啊！你那就过来在滚球啦！敏玲，敏玲，哎呦，这代志哪会变到安尼？高伯若是一天无走，姨妈一天袂当安心啊！嘿，我看不是安尼哦。我感觉迄阿伯啊出现吼，嘛毋是一件歹代志啊。我本来吼，敢若我甲美玲啊两个斗，即马吼，佫加一个来吼，斗老了，安尼毋才好。哈？美玲啊，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，你莫听我讲。你讲啥？我拢看到，你有甚物通讲？美玲啊，你看到的吼，无亲像你想的遐尼歹啦。我拄仔就安尼吼，雾沙沙，安尼戆戆戆吼。啊，你内底甲我掠人，我廖叔讲吼，是你咧掠咧，我本来知影是阿骗啊啦。哼，我听你咧讲诶，哈，一声唔知哦，就百行无答案。哼，唔是啦，唔是安尼啦，是真实的啦。我来讲啊，我比你啊，啊，唔是讲无人要挃啦，内底甲我掠诶吼，是一拖拉机啦。我会叫你过来还吼，我是看讲吼，你这十几年来吼，安尼对我囝的照顾，我才会嫁你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像你安尼困啦，啊，搁会饿啦，啊，搁会打喙齿筋啦，安尼做梦吼，搁会嗅我大喙声，啊，搁共拍啦吼，啊，搁有吼，睏到早时起来吼，搁会哭死啊了。你即马讲这着拢你的毛病。你哪样？你哪样？无啦无啦无啦，毋是啦毋是啦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对我吼真好个啦。不过你一定爱相信我，今仔日这样完全是误会。安尼想看卖，我甲阿伯啊，不过嘛是昨昏才熟识尔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绝对无可能讲我会去为着伊牺牲咱十外年个这个感情，对不对？哼、嗯，我知个啦，迄查甫人哦，拢也野心起久啦，而且吼。一个安尼吼，伊妖气气啊，啊袂输吼，迄穿了冰鞋咧，直直出下咧。袂啦袂啦，伊若出我来，我全闪边啊去，安就好啊，好过去啊。对，伊吼，人安尼乌白想，我毋是迄款人啊。啊，即摆讲正经的啦，若要讲吼，论即个品貌，哦，红仔头，还是讲体格，伊啦，袂输人啊，对不对？对家己爱较有信心咧。迄当然的哦，我咧输伊。你一肚仔敢若水桶咧刷胃咧，无呢？我讲话你拢会听？
无咧，咱即摆随搬。啊！啊，你现在袂安尼高高天啊？搬厝，就毋是讲安尼，话搬随时就用，要搬的讲对不对？我再讲哦，咱即摆在饲鸡场啊，要扩大这个事业，啊，咱住这个所在就好好啊。你讲即阵哦，临时要搁去找迄款哦，遐尼细个、遐尼大啊，这个土地来咧，互咱使用啊。我就知啊，我就知啊，你唔敢要走啦，你若超过伊咧老人家，互伊咧继续来咧搞搞停。当你饲不对倒去啦。这解决代志的办法哦，是足多，都不一定讲爱搬厝，你敢安尼？我你讲啊，你要安怎？这想袂出啊哈，无法度啊哈。是讲无法度啦，一时哦想无哩。嗯，那又不是同款。我安尼啦，我甲你保证，从今以后吼，我尽量吼，我安尼卖单独甲阿婆甲见面。准讲，若是有外人伫个吼，我尽量离较开，离较开。伊若讲家己吼，你搁找我来吼，我往来相对边仔去，安尼保证你讲安怎？不，有影无？有啦。啊，可是伊安尼挡啊挡袂牢，安尼直直搁输落，要安怎啦？哈？伊若找我来，我就安尼相过，互伊弄对边仔过，安尼就好啊，你。安尼哦。嘿啦。好啦。行，别倒啦。洗身躯。耶，拄仔才洗咧，还要搁洗。袂用啦，伊拄只甲你摸过所在吼，我要甲伊如何清气清气，赶紧清洗。姑婆要拜托你做一项代志，啊是啥代志？你哦，将这罐水果包起，发给阿姐，啊，先甲这个喜饼提好伊，讲姑婆因阿要请伊看伊，叫伊一定爱来。姑婆，安尼较好。咱平家做运头一条是安怎？念我听。咱平家做运头一条都千金万顶啊，孝义为先啊，亲长交办的事件一定爱尽力去办啊。未使提示啊！再唔去，是是是。哎，会去哦，叫伊一定爱来哦。这边好，这边好。继续哈。好。哎，小哥，虽然讲哈，咱袂用做翁仔某啦，哈，啊，不过哈，咱会用咧有纯纯的爱啦。纯纯的爱。哎呀，小纯纯的爱囝娘。纯纯的爱。哎呀，哎呦，卖会员来了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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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免坐啦，我是讲发个早，莫到酒醉，啊，发用一下过期吼，来要甲伊
包底下追婚啦。哎呦，歹势了。咋发觉嘞？头壳搁咧晕啊！好好好。你别吹吼，你在做你休困啊。好好。哎，阿你别吹。我到旁边。我吃一袋啦。好。哎，大姐大姐，谢谢。听啊。阿浩。嗯。你叫我。准准哎。嗯。好。那欢迎你，我继续下杯火锅。啊，要来，姐，人有卡好无？哦，头壳还佫安尼蒙蒙晕晕的，食久毋捌啉过遮醉啊！拄啊吼，拄啊恁遐亲戚面头前安尼，哦，老贵老值。袂啦袂啦，阿哥，阮高鹏吼，我叫我烹这个鸡子吼，讲要互你食啦，甲试看卖下咧。啊，阿伯啊，呀。等哦，任是啥任务啊？无啦，啊！伫阮高鹏哦，交代一张戏票，讲要提予你，叫你因暗暝去看电影。叫我来去看电影？无咯，我才甲美玲啊保证尔，啊！我若甲恁阿伯甲斗阵去看电影，安尼我着单独甲伊见面啊。安尼刷落去，我那对得起美玲的啦。你的情形我是了解啦，让我看。哎，歹势，你甲恁姑父讲一下，叫伊请别人甲伊斗阵去啦。哦，你搁再讲起来，我算有某啊，你咧对不对？我看嘛无啥适合你，歹势啦。哦，阿哥，啊，我当然也像你安尼讲哦。万一阮姑父若搁生气起来，我搁叫罚跪。我看安尼啦，阿哥。这张戏票你甲改改啦，啊要去唔去哦，随在你啦。啊，我等下总是有一个交代啊，哦。对，笑唔着呢。要我甲收起，我就等于讲我答应同款啊，你咧。唔系啦，你去甲恁姑婆讲者，歹势啦。无啦，我哥，啊你知影我上惊阮姑婆的。来啦，你甲收起，你甲我斗下手者。呀，若无哦，我死个足歹看。来啦，你收起好啦。唔着，无啦，我。唔着，你甲恁姑婆讲者，歹势。无啦。阿哥，你讲歹势啦，吼，叫别人安尼较好啦，吼，歹势。啊，安尼我就一日就分去啊，我到过美玲，你知影，我唔会拄到转咧。哎，无啦，哎，哎。是讲阿撇啊，嘛是可怜。无一个查甫人住在伊边仔，甲伊疼痛，所以才将伊的这希望哦，拢挖苦对我遮来。假使我人甲找一下对象哦，安尼两方面敢是足圆满？姨妈，啊，这个听众是在问讲你生做安怎？你甲写讲吼，人去过外凉的人吼，拢嘛讲吼，我敢那春天的樱花啦，啊吼，超美丽，超妖娇的，啊，非常足水的是啦。啊，好。老娘了了，可能是哦了不了伤济啦，我来冲一杯茶来饮下。嗯。哎呦，阿娘。啊。你替伊妈顾有条哦，顾对面迄了，迄个好姑婆，莫互伊去找你阿公，知无？好姑婆。你是讲海椒姑婆？嗯，当然是伊啊，我老婆无啥，我顾的啊。好啦。
春天的樱花，遐尼啊娇娇美丽。哈哈，樱花。嘉兴啊，啊你盈盈坐遐吼，啊唔知影讲吼，迄鸡条吼，小甲拼下子，安尼鸡也唔则袂破病。无啦，我是伫咧甲姨妈斗花皮啦。小弟有闲哦，我就去摒扫啦吼。快来接啦。喂，陈先生啊。小姐呢？我是茉莉啦。你来打电话来报道，你唔惊去找人？是的啦，我知我不应该打电话给你，但过我真久无看到你啊，想要甲你见一下面的，你出来一下好唔？有这个人呢，哈哈哈，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好好好，好。阿母啊，啊，啥个电话啊？卡唔对啦，嘉燕，我来寄批吼，随转来。很实的吼，啊，一下就寄到厝。迄美玲啊，若看到吼，一定紧张甲沓沓喘，啊，气甲噗噗跳，一定足好耍的。小姐，茉莉，啊，你来伫遮啦？我搁伫这附近打电话给你啦。小姐啊，足久无看到你啊，你拢无要来找我，你真是无要甲我见面是？无啦，我唔是无要甲你见面啦，我只是，哎呦，啊，拄下电话我唔是有甲你讲过，你莫来找我，我隔几工啊，我会去找你啊。要唔过你一工跟我讲，以后咱袂当搁再相找啊。你敢知影这段时间吼，害我咧饭食袂落去啦，啊，要困困袂落眠。小姐，你唔通误会吼，我唔是要破坏你的家庭啦。小姐，我是无爱失去你这个朋友啦。我讲拢是真实的啦。你安怎想？人无爽快啊？啊！有叫先生看无？有啦。你先转啦。啊。小等来叫我看，安尼都唔好。过几工啊吼，我会去找你啦。你无骗我？无啦。哦，你一定爱来呢。会啊。你紧走。好好好。紧来啦。我来叫。好。你咪阁敲电话来吼。我会去找你啦。陈老板，哎，这是你订的鸡蛋啊。哎，你昨天订了一箱，今天订两箱，生意很好啊。没有啦，本地要订的。对，这是鸡蛋卷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好，过来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当心点。过来哈、啊！哎，叔侄，你到哪去了？哎，我出去走一走啦，啊去市场哦，看迄个鸡卵的行情呐、啊。哎呦，行情我最清楚了，我现在是数一数二的批发商啊。哈哈哈！好啦，啊，其他市场的迄个经营，咱嘛爱了解一下啊，对不？哎，对，哎，这个是哎鸡蛋卷。啊，我都好吐的。我快来出门哈。好，嘿嘿，坐吧。哎，嘉兴啊，哎，你也跑出去了？哎，阿爸，我来。啊，好，不必了，来，你把这边扫干净就好了啊，这边扫干净啊。阿爸啊，哎呦，我还要去喂鸡，有什么事回来说哈。哎，阿公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讲啊。哦，这阿公有代志出来去，等下再讲哦。哈，阿公，等下再讲哦。人伫咧讲吼，唔通太过贪心啦。
啊，顶房啊，就想讲枕头加放两粒吧，看会当左右逢源无？嘿，哪会知影讲这牛仔遐尼灵蛇？啊，食一来两个，全部拢查甫的咧，一个发卦，一个神父啊，哪有效？嘿，真个有效哦，随查某一个都有啦，莫贪心，收一个起来，哎。爸，啊，是搁要找你？哈，过来啊！爸咪，甲动的，伊梦来好甲动，要你来，知无？爸，你安怎啦？莫问安怎啦，伊若回入来吼，阿爸都破功去啊啦！拜托，好心的啦！啊，啊，过来啊！啊，我去了了，我，哎，看你这个办事，敢那足无欢迎我？我无啦，我唔是无欢迎啦，莫讲呀，爸啦，有啥物代志？哦。但是是无什么大代志啦，是讲今仔日哦，有一件代志专工要来拜托你啦。我先讲话哦，若要眠床的代志，拢免讲哦。放心，不是，不是吼、哦。嘿，不过啊是什么代志？今仔日哦，专工要来介绍一个查某，你去发觉啦。走，阿伟，去打坐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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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麼查某就經過哦，這個查某喔，來說起來，會說是我的聽眾啊，聽眾，嘿，法國啊，咱媒人沒我嘴好累的才較帥你啊呢，參照頂班那個媒人，介紹那個美術有的上一行的給我，那敢當？这点你就得安心。你若要讲以这个形来比哦，迄五位熊，那这只熊，那算讲哦，北极熊啊，北极熊，大平，嘿嘿，体格阁袂歹，汉草赞。这若甲恁来比起来讲哦，两个哦，好，真舒服。恁两个斗阵哦，真有拍烂，真有拍烂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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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未？师傅要规盘去，哪有迄落还未来？好，我帮你看。好。好看清楚。哦。真碰水灾。哦。你安尼看起啦吼，皮毛水足袂用的，是吧？什么叫皮毛水啊？体格嘛足水。好好。甲你讲，真智慧。足老师奶，阿嘛正良知，伊拢足爱讲大。你若有大点，卖点动听。哦吼，安尼我就保持啊。哈哈，安尼看起这查某心脏足强的款，哇，安尼教我足嗨。
大。当然是下我才介绍给你的嘛。我你讲嘛，啊你用电瓶，拢卖讲话，拢卖别人讲话。太谢了，人家偌精彩哦！阿伯哦，我等你去变奏的时阵哦，用嘴夹这一碗米放在手里哦。来，来，嗯嗯嗯嗯嗯。哎呦，你看，男主卡出来，男主卡出来，这个哦是我上摆欣赏的男明星，叫做赵英。你看，赵英。嘿啊！你看，有够缘投的哇！哎呦，你知无？你甲伊哦，有够共的啦！那我头一回看到你的时阵哦，哎呦，惊一脸的，想讲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共款的人？迄个时阵哦，头发变一片青青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拢是这酒瘾啦！哦，我害个安尼哦。咱那酒无啊心，啊！我讲啊，那细细念是念啥的啦？哦，无啦。这款面面上摆好看，我上爱看。你看嘛，你看赵英的架势，哎呦，够神秘的啦，哎呦，足飘飘的啦。哎呦，你看嘛，你看你这个。这水的哦，这个人啊，我哦，上爱讨厌看到日本出，尤其都枪巴，大家是抬来抬去安尼，牙多牙少，尤其面哦，都大家怀巴巴啊土鬼的，尤其哦，这内底望剑客。哎呦，看起来哦，你个闪闪啦，啊，不过，哎呦，看起来你肩膀来这么高啦，实在哦，是一个会当有我靠的男人。嘿，你甲看，迄赵英一个安尼空间，嘿，有啥物好看啦？嘿，我拿来搬，会比较好啦。我后边个去，我过来。哎，当时去生这错啊！哎呦，啊你是啥人啊？哈，梦见客。阿金无钱一家亲，金银财宝我厝边，我的阿爸我的囝。爸，你哪一个人在那走来走去？你有心思哦？无啦，哪有什么心思啦？也不过我哪会看你敢那心情不定呢？无啦。哎呦，我哥啊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哦，你这足无良心的啦！阿爸，你讲安怎心？你唔通误会哦，无迄是伊约我。哎呦，生笑还生笑呢，啊你真正，你若叫阿姨知影，迄就害我啦。唔，阿你安怎？你把我一人放戏台内底，你叫我是要安怎样啊啦？你哦，你有够可恶的啦！啥物啊？戏台？无啦，是安尼啦，啊对吼，伊约我讲去看电影啦，啊我着。就塔罗去啊，啊，让塔罗有这个呛书，是安尼命命啦。啊！你哪会把这个呛书让我别人啦？我讲啊，你知影我对别人哦一点仔感觉都无，我甲他特别哦对伊足痴情的，对哦，你现在就是我伤心的啦。对啦，你听我讲啦，我都已经娶美玲的啊咧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知影讲你已经娶某啊，所以我无甲你计较名分啊。我只不过是讲想要做你的睡衣尔。我哥，你知影无？这几年来，我虽然是嫁过三个翁，
也毋过无我一个翁会当甲我透老，连一个囝都无，所以我足寂寞个，足无聊个。阿姐，你这个心情哦，我是真了解啦。也毋过，你若了解哦，上解好啦。虽然婚姻这个代志吼是袂用个勉强个，卡苏比林子啊吼，若真是袂当接受我，迄嘛袂要紧。也毋过，我想要要求法官甲美玲姐吼，会当答应我一件代志。哦，有啥物代志你出去讲？假如讲哦，即世人我注定无红命，迄嘛无要紧啦。也毋过吼，我足想要有一个家己的囡仔来甲我做伴。法官啊，你会当答应我成全我袂？你若甲我生一个囝吼，我会将我所有财产哦分一半予你，好不好？啥物啊？你抓准阮伫咧牵猪哥，啊！你把阮老爸当作是猪哥，啊！这种办法你也想会出来？无啦，淑珍啊，我无这个想法啦，我嘛唔敢把法官当作猪哥，你看若安尼，我著变猪母啊嘛。我哦，才会诚心诚意哦，要求法官哦，甲我生一个囡仔啦。淑珍啊，拜托你啦，你成全我啦，法官，你成全我啦吼，好啦吼。你吼困懵困啦，莫踮咧寒冰啦。阮阿爸吼六七十呢，伊当作伊真正遐尼啊厉害。嘿，你若真正遐爱囝吼，会用你啊。你阿妈棍哦挂一礼拜啊啦，你溪仔路行啦，吼讲我要生囝，爱偌济有偌济啦。叔子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姑婆啊，我阿姨啊找我阿爸找了一个晚上，他现在在洗澡，要是待会儿他洗完澡出来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看他一定会跟你拼命的。阿弟，阿弟啊！阿爸，别再叫我啦！小心啊！阿弟啊，咱讲正经的，也是真可怜啊，唔通用这款态度对待人啦。阿爸，迄声遐大声，你敢声有法度啊？哎呦，啊那迄款的吼，都爱配一只牛啦，啊那无哦，都爱配一只枪啦。对啦，都爱参像火王啊迄款的体格有无？安尼一日都甲我举喺柜台迄个，迄个吼来解配吼解斗，唔才有法度。你是不对倒的去啦，阿爸是无迄个意思啦。我嘛无讲哦，有可能讲会去成全你。嗯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啊讲话吼，好嘛是一句，歹嘛是一句，啊咱唔讲较好听咧。啊你若讲这款话，大家来互相来，你来歹看面哪好啦。我是为你设想啊，无你这款的，敢阿姨会倒哈？啥？就安尼决定啦，我来甲阿姨参详，归去吼，叫伊去叫火王阿来。对。啊，够衰啦！我感觉是遐歹命哈、啊。我安尼我头路吼，就哪爱参像迄啰宿命先啊？伫遐讲的，我一世人注定就爱安尼孤孤单单一个人过这一生。啊！我是有够歹命，我有够歹命啦！啊哈哈！哎呦！哎！喂！哎呀！啊，你是要惊死人哦？啊，是发生啥代志啦？嘿嘿，啥物代志？你哪会来我的房间啊？啊我。阿爸，啊啊！啊啊，是安怎会倒伫我的房间？是安怎？啊，少睏一下是安怎啦？对啊，啊海子就讲想要退一下，我同伊入来睏啊。哦，要退一下，少年的啊，恁家无通好退是啊，不是哈？啊，阮家来当天哦，我卡就搁来遮甲你少睏。拜托好心的，我这枕头唔通甲我夹着，哦，千万唔通甲我夹着，啊？阿伟，遐阿妈去睏。阿姐，阿爸，好好好，门甲关下哈。哎呀，来，你老实讲，你是安怎又秘伫阮房间的，倒伫我的眠床的？你是寸办公的，叫我曝光是也毋是？老嘛是为着发哥啊。啊？发哥啊？啊，煞毋知影，阮姑婆叫我去约法哥，讲要看电影。等下，你讲啥？
恁姑婆啊叫你去约法国啊看电影，我有去甲约啊啦。啊，戏票我摕予法国啊，啊法国唔去，我哪有法度？原来法国是要促成我甲阿海恁姑婆。我即声来等伊，一定予阮姑婆发飞，规啊天光。所以我唔只会伫只台照困。原来迄个赤查某就是恁姑婆。啊？啥赤查某？无啦。哈？王剑客？无怪，我昨昏伫问淑珍啊，讲阿海因姑婆生做啥物款，伊甲我应讲，好姑婆若生做啥物款，因姑婆都生做啥物款。宝啊，啊！恁爸仔囝两个是咧创啥哈？喊到早都爱喊到遐大声，迄鸡啊吼，惊到都袂孵卵。
无啦，阿爸叫我惊着啦。哎，卖难讲啦，卖难讲。回来了，小英啊，回来啊。你出来吃饭啦！哦，创啥？素贞，我们结婚快30年了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丈夫，但是我自信，没有违背过你，也没有违背过这个家。如果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，去跟别人？别的男人来往呢？你别讲啥啊！阿官哪有啊？你到现在还想瞒着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啊？你要出道？你看，这是你写给别人的情书。你不觉得这么做对我太不公平了吗？你说这个？我俩村上面待机的。你好像很不以为然呐、啊？难道你这么做都是对的吗？啊、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写这的情书哦，是寄给阿爸的啦。你若有准备结婚，台湾事情是袂命，我阿爸我命。啊，我着看着讲吼，遐侪听众，敢若写批予美玲啊，啊阿爸敢若一张啊，我替伊打抱不平哦。这跟这些情书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下你爱知影哦，遐美玲啊倒菜底呢，啊若凊彩一个查某甲弄吼，伊就会缀伊走呢，啊死到谁会伤心啊？阿爸呢？啊，我唔才想着这个办法。我挑工写情书给伊吼，我是哦要让美玲啊知影讲吼，阿爸到今卖行情吼，也阁足好个啦。伊哦想讲卖遐遐歹啦。啊，你若不相信吼，啊你去外口看遐听众写的迄个批啊，甲我这写的吼，同款的啦。